主料：胡萝卜250克，鸡杂100克。辅料：姜、蒜、熟芝麻、盐、油。准备时间：10分钟内。制作时间：10分钟内。胡萝卜切成丝，鸡杂也切成适量大小。热油多，倒入姜蒜和鸡杂先炒匀，然后倒入胡萝卜丝。等胡萝卜熟时，加盐调味即可。盛起，撒上炒香的白芝麻。烹饪技巧：胡萝卜素因属脂溶性物质，故只有在油脂中才能被很好的吸收，因此食用胡萝卜时最好用油类烹调后食用，或同肉类同类，以保证有效成分被人体吸收利用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